一直以来，我都向往着北欧式的生活哲学，憧憬他们随性自然的人生态度。得知丹麦人的幸福密码 Hygge 正是业主的品牌理念，我将体验到的那份慵懒、简约、舒适注入其中，打造出一个藏身都市喧闹中的餐饮空间，让前来用餐的访客能享用平凡的美味，拥抱生活。为了呈现空间中的温暖朴实，我用最少的装修还原建筑物的本身，同时连接建物外观滤镜与木纹清水磨墙，回归人与大自然的互动。踏入其中，透过有形无形间的流动，塑造出水泥丛林中的自然风景。空间上，我为建物规划了跳空的形体，让场域间彼此的连结完整营造出来。尤其一楼马蹄形的吧台，更是呼应了共享的态度。在特别设计的平台阁楼上，我在天花板设置了斜拼木料，给予视觉上的丰富层次。希望每个区域都让人拥有不同的体验。我将高纬度的北欧情怀带入到各个区块中，运用一楼的自然采光，搭配特别拣选的烛火灯饰，使亮体由内而外散发 Hygge 气质。我们如实呈现场域的风格灵魂，让它在人们进驻后产生独特记忆。希望我的设计能贴近您的心弦，赋予您的生活崭新又美好的意义。